资深艺员余子明逝世，终年78岁。余子明今年初因为缺血性中风入院，左边心暂时瘫痪，需要坐轮椅，并且由家人照顾起居饮食。近一年，余子明已经暂停所有嘅工作，亦都因为身体状况嘅问题，而未有现身宣传 ViuTV 剧集《940920》。而呢一套嘅剧集，亦都系佢生前最后嘅作品。而直至早前，余子明嘅儿子天佑喺 IG 交代爸爸的身体状况，透露爸爸身体明显退步，因为浓痰太多化不开，担心情况严重会并发肺炎，所以急需要送入去医院检查。但是去到星期四下午约5:30，他的家人在余子明的个人 IG 公布死讯，留言爸一路好走。余子明纵横影视圈多年，效力无线超过40年。在2001年，在剧集《封神榜》里面饰演姜子牙而深入民心。